我现在呢在去工作的路上，最近还有一点点的忙，所以一般在路上的时间呢我都会好好的利用，比如说戴上耳机听点自己喜欢的音乐，或者干脆就看着窗外发呆会儿。偶尔的放空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充电方式。最近天气特别的热，你们也要注意防暑，多吃蔬果，多喝水，喝果汁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解渴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维 C， 心情也跟着阳光起来。好了，先不说了，那我去工作了，下次再聊。